这袁绍，我啥也不听了。看见没？这就叫啥意思？别杠，又要成为杠精。这奥纳夫不敢上去锤他，给我拿斧子抡他。卢仙干哈呢？卢仙，漂亮，我杀。哎呦，我波比可以，我干一波这盒子。 现在他坑我了。记住，不要当杠精，以后别跟我杠，我说的都是对的。 冷，我舌战群儒这么多年，以后别跟我杠。这孩子学的啥呀？一级？啊？学个E？你以为一级学E？我怕你。 还好我带的是那个魔抗，要不这孩子一级学个 E， 我们打不过他，让他拍不着，知道吧？走呗，哎，看见没？让他把 E 给他用了，然后我们就上去就是随便打的。好，回头升级。这孩子其实打猴挺好打的，啥都有。 这波不急啊，那奥拉夫跑去打野去了，E他一下子，多耗他点血，一会儿跟奥拉夫把这孩子越了。我不是心乱了，我想快点推线儿，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先让奥拉夫扛塔啊！他也不扛啊！哎，啥意思？这皎月？别怕啊！别怕！他不敢上，可以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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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 buff 没了，回家了。双 buff 没了，嗯，漂亮。 那维克多没有那啥，没有闪现。哎，皎月开送了，皎月。哎呦我这皎月，可以啊，皎月开送了，7-1了，兄弟们。思密达，我要让他踢到。 遇到我们要掉很多血，这玩意儿呢可能是主E的啊。天雷破打人挺疼的。我以前打炼金，我用这哈子上单，他 B 是主 E 的。我跟你们说，他主E其实这英雄主E挺恶心，好奇哈子无论是主 E 主 Q 主 W 其实都挺厉害。 怎么我经验还比他少了呢？那 B 是主意的，这小子。
看着吧，是我意的。武艺耗血流。내여정은이제시작이야一 A 打半流平 A， 抠的小兵了。哎。没事啊，这波兵我们能推过去，不需要那奥纳夫帮我们推多少兵，不好意思，我生日给我砍死他，这斧子撇的，还有助攻漂亮，你是不是打不过他？让人家天雷破了吗？你为啥又在前面跟他打呢？这奥拉夫他咋不在后边跟他打呢？那明显的溜了，要给他踹塔里去，他不出来，完事他还往那塔里边跑。没事，那蛤子大招没有了，我们下波直接用大把他杀了。只是这个蛤子能摸眼儿。空一小下线儿啊，空一手线。哎呀！谢谢麻辣柠檬汁的飞机。谢谢麻辣柠檬汁的飞机啊！谢谢谢谢。你真敢上啊，兄弟！这叫什么？这叫炮车的诱惑。哎，怎么静音了呀？你给他调一下。六行了吗？我们都杀完这么长时间了，这么劲儿。谢谢麻辣柠檬汁啊！这波就不能跟他打了。还行，没拍着我们。谢谢三台这王大拿，掉了个炮车。但是没什么办法。刚才我如果补那个炮车就会被他E，我不敢补。2233，回家吧。奥纳夫杀八个了都，杀八个他要出啥呀？他出挺住。哎，这蛤子怎么又推了我不线啊？挺烦人呢，这是要出可血战斧啊。你这奥纳夫也不行啊，资源控不下来呀、啊。扫一下，看看人搁哪儿。这哪来一个人呢？这是。哎！
我们只能一直打，这没办法啊，只能硬打。刚才怂了是必死，泡点盐了。这里有个眼儿，你看不见吗？你是瞎呀还是怎么回事呢？我属实是没想到那胶月旁边能有个蛤子。내여정은이제시작이야아군이당했습니다누가감히적을처치했습니다와우적을처치했습니다我感觉他大好像要好了，这个蛤子一定在草丛里边，先eat他一下子。他也丢个炮车，可以啊。数到五秒钟左右，他没出来，我们给中路打信号。好踢，好闪。小伙子，你的套路我十年前就玩儿，你再搁这跟我玩儿，我真没跟你们吹，他的套路我十年前就开始玩儿。那蛤子主意打上单，你这现在给我拎出来，找一找这传送啊。十年前 S 一，那就八九年前。这把就得水银骸，这就不能布点骸了。那E技能魔法伤害，下一把教学，那得打个。被豪闪，干哈呢？这刁哥，我尝不尝？硬打呀！那种主义的打线上还行，一打团战就没有用了，这玩意儿。你看看这下去连个屁用都没有，只能瞅着。那是打线上恶心人的，打一打那种就是没有位移。没有位移的英雄，打打什么这落手啦、炼金呐、这种。这胶月让我反烂了，这野区。好，维克多，往哪跑？好射，好样的，来了来了。先撤一手啊，这不能再打。你哪有伤害呢？
想跟我刚？포탑을파괴했습니다没了，哎，有，快走啊！这不能再打了，没有 mana 了，没有蓝了。他的 Q 没有伤害，你们发现没？적을처치했습니다우리오봉쇄投降我回家他也没办法他也打不死我他只有一个 E 一个 R 他 Q 技能打我都不掉血他出的星石我可能还虚他一手